快快快，有鱼！没跑，看那双尾，我的天，双尾，漂亮啊！哇，漂亮啊！在抵达钓点后，邱老师他们首先去开制了今天做钓的窝料。首先我们会用到这个牛窝传奇，牛窝传奇呢，我们加四份，加四份，对，这就我们把它作为四份啊，四份，对吧？牛窝传奇四份，然后田鼠杂粮我们要用到两份，一半，老坛的维他米红色的我们半份，半份，对，红色的半份，我们的黄色的我们也来半份。起来以后呢，我们就需要把它搅拌均匀，对，搅拌均匀。你现在这样是抛不出去的，对吧？这个兑出来的味型，我可以闻一下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很舒服的。这个尤其是这种酒香味，老坛的这种酒香味是特别舒服的。这个我打下去也肯定肯定是特别喜欢，是吧？肯定喜欢吃。对对对，好，然后这时候我们再加上1:0.3的水。因为我们你看米还有我们的这个田鼠杂粮都是含水分的，它也不吸水的，我们主要吸水的就是靠这个牛窝传奇，所以我们加的水这个对对，加的水要稍微少一点，让它充分的吸水，你看这样和出来这种状态就比较好了。你看国军啊，经过这个3到5分钟的这个吸水以后啊，这个你看饵料的状态就不一样了，对吧？现在有点感觉有点蓬松状了，是吧？对有点蓬松，这就是我们这个牛窝传奇它充分吸水以后啊，这样就产生一个这样状态。衡量一个窝料就说状态怎么样啊，好不好，那么一个比较简单一个指标，只需要我们那个比较吸水完毕以后啊，我们只需要把它捏在手里边，你看使劲捏一下，让它能够怎么样，让它能成团儿，对吧？成团以后我们这样抛出去啊，它能很准确的抛到我们钓点就可以了。好，侯军，你看我们的窝料也和好了，我们现在就去打窝吧。好的，来吧，走吧。好，哎，国军啊，你看今天我们来到了这个万丰府里边一个岔湾里边，对，这可是你的一个秘密基地，是吧？你跟我说。对对对，对吧？然后我看这个我们这个岔湾啊，是离我们这个主库区竟然还是有一点距离了，对吧？这个岔湾，这个岔湾的话是贵州跟广西的这个交界。哦，那我们现在属于是在哪儿呢？在广西。哦，我们现在已经到广西了。对，就是对岸是那个贵州，我们现在已经到广西了，对对对，我们现在横跨两个省了。对对吧？半个小时横跨两个省。我们现在叫对岸那个贵州的，我们现在广西的叫贵州的钓友能叫得响了，对吧？能听见。对对对，哎，这个我们这个岔湾的地形是什么样的呢？这边这个地形啊，它以前啊就是20米以下的这水啊，它有这个农田。哦，有农田，下边是有农田的。对对对，它这个是一个岔沟形状的。我知道，我知道。但是有梯田。哎，就是一坎一坎的下去的梯田。哦，我知道。对，就说有梯田，平的一个田下去，再是一个坎儿，然后再是一个田，这样下去。对对对。哦，我们这个地形还是挺好的一个地形。对对对，这个地形。难怪这是你的一个自留地啊，这个。哎，我都是经常在这里钓了很多年的。好，那行，好，那我们就开始钓吧。啊，行，好的。走起！邱老师啊，哎，前期啊，我们钓首竿啊，这天气是很好的，哎，然后今天的话，这个天气啊，一下就变化了。你看，今天首先是降温，还有一个就是在有风，对吧？对对对对。然后这个天是阴沉沉的，对，对吧？但是这个气压是不错的，对。这个天气的话，这个变化太大了。肯定这个鱼口啊，不会像第一期我们钓首竿的这样好，但是口的话一定是会有的。哦，那没关系的，我们努力吧。好吧。行，好的。我们先钓一下浅水。
然后再看一下有没有口。哦，那进出是比较浅的是吧？对对对。那行，我们先钓钓点浅水，先钓个五六米吧，五六米的水深试一下。好，好。气温的降低给坐钓带来不小的难度，从开钓到现在，邱老师他们的钓点始终不见鱼口，中鱼的希望渺茫。对此他们将会做出哪些改变呢？哎，国军 啊，我往那个我们的主航道这边来抛一下，这边可能更深。就是左边，对，更深，左边抛一点。然后左边的话，它是个斜坡，你可以往左边抛。对对对，我来试一下，来试一下，收起。哇，好。好像我的钢筋有动作了，哎，好像中鱼了啊！打一下，打一下，漂亮！中鱼了，中鱼，肯定是中鱼了。挂了，这刚才不是嘞？挂了，挂了！天哪，这么好一个口！快快快，有鱼！没跑，刚才双尾。而且是双尾，是挂在下边了，是鱼洞，看到没？挂在下边那个树枝了。我的天，双尾，漂亮啊！哇，漂亮啊！确实是一个中鱼的动作，但是呢，又有一个挂底。你看我们最下面那个钩呢，那个最下边那个钩呢又挂了底，所以说后边就感觉，哎，是好像是挂底，但是我明显感觉这个刺口是非常漂亮的啊！哇，完美，双尾罗非啊！看，国军。这边经过我们前期的这个做窝，还有我们这个漫长的等待以后啊，终于开竿了，开竿就是一个双尾。好的，漂亮啊，漂亮！祝贺祝贺！我也要来两条啊！我漂亮，小罗飞来回家吧，来还有一条大的啊，要大的。哎，我这边怎么没口呢？是不是鱼全部跑到你那边去了？漂亮啊，非常漂亮的罗飞。邱老师，哎，你是不是对我窝子里面使坏了？啊，没有没有，我啊跟你讲，那个郭军啊，我比你抛得远一点。哦，抛得远一点。对，你抛得近，我抛得远。好，我给他抛远一点。你看现在，因为我们早上来嘛，这个鱼啊，我觉得还是在远处。嗯，是吧？好的。近处打了窝，还是再等会儿，好吧？好的，那我试一下钓一下这个钓一下窝的外围啊。对对对，还是继续放生的啊。啊，好的。棒吧，回家吧。